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小七直播，那就要关注我们荔枝星的这个号，好不好？因为小七每天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2点啊，两个小时都会跟大家在这里见面的啊。感谢送的小星星，感谢送的小爱心，谢谢，祝你万事如意又顺心啊！我们升职又加薪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S800多少钱？宝贝，万里长城啊！我们展厅里有一台 S450，还有后续版本的现车，它的一个官方指导价呢，144个 W。127个 W 的官方指导价，落地价格的话呢，大概在144左右。S 啊，我们店里的旗舰车型。如果你想了解它的话呢，可以这个微私信我们后台，好不好？辛苦你，两个小时看不够。你的名字好像对联啊，你看他的名字好像一个对联。你这名字是怎么打出来的呀，宝贝？感谢送小星星，感谢送的小爱心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哦。这么不去兼职，兼职干嘛？兼职做龙虾吗？做小龙虾，给你们炒小龙虾吃好不好？这口才像婚庆主持人。对，你说对了，宝贝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平时24不播的时候，就是去给人家当婚礼主持人。你看我像不像？来，有请这对新人上台。你愿意娶她为妻吗？一生呵护她，还有什么什么巴拉拉拉。你上次不是说是喂牛吗？那是早上，早上5点钟起来要放牛。那周二跟周四不播的时候，就要去做一下兼职，对不对？担任一下这个什么婚庆主持人。所以宝贝们，直播间的宝贝，如果你们结婚了，可以请小七过去当主持人，好不好？这个合肥王大帅过分了啊！你没有加粉丝团，也没有上榜，在这里刷你的广告，不应该。那你就不应该把他的名字读出来，小七，你还读出他的名字？这个你应该说，你应该说合肥某大帅。合肥某帅啊，这位小哥哥啊，如果你想要打广告 ，OK 的，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来打广告。但是呢，你至少你得这个对吧？小关注点一点啊，小赞赞点一点哈、啊，给我们上个榜啊，或者是亮一下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？辛苦你啊！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哦。我们这边是安徽合肥荔枝星奔驰直播间，我是主播小七呢。喜欢小七记得一定要左上角把关注点一点，好不好？小关小注点一点。你在上海真的急死了，背影，你还没有从上海回来吗？哦，对，上海还没有解封。有没有吃的呀，背影小哥哥，有没有吃的？感谢虎哥送小心心，感谢虎哥送小爱心，谢谢大家。还在公司？对，我现在还在公司啊。我们再跟大家聊一小会儿，聊一小会儿我们就下播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实在是怕我长时间不见大家会想念大家，想都睡不着，所以今天晚上必须要过来跟大家播一会儿。榜几是什么意思呀？来，你看右上角，你的右上角是不是有那个圆圆的那个头像？那个就是上榜。你想要上榜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可能要刷一刷这个你的手里多余的这个小礼物呀、小爱心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提倡大家破费，好不好？只是说明你对小七的一种喜欢，或者对我们奔驰这个品牌的一种喜爱，大家可以上一上啊。我们明天是正常12点，中午12点直播。欢迎简单。欢迎简单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哦。天天稀饭面条，方便是主食，方便面是主食吗？哇，这么惨的吗？背影小哥哥，你解封第一件事来我们合肥，小七请你吃一顿丰盛的大餐，好不好？今晚到几点啊？我们今晚大概到几点呢？我们今晚这样子吧，你们把赞赞给小七点一点，好不好？先点看能不能把赞赞点到10万。点到10万，好不好？动动双手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，双击屏幕就可以点点赞，很快的把赞赞跟小七突破到10万，行不行？然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车？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，我们目前展厅里 SUV 的车型比较多，还有我们 AMG 的车型比较多。SUV 的车型呢，从 GLA 到 GLE 都是有的，只有 GLS 没有限制，其他都有限制啊。我们的 AMG 的车型呢，有啥呢？有这个 A35， 有这个大 G， 还有 GT50， 还有什么？还有 GLC43 吗？是不是 GLC35？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，带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你想看 GTR 呀？泡泡泡 ，GTR 没有限制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，我们这边是安徽合肥荔枝星奔驰直播间，我是主播小七。那大家喜欢小七，记得一定要左上角干嘛？把小关小注点一波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GLE450有吗？有 GLE450的轿跑版本，喜欢吗？就是那个溜背的版本，它的一个官方指导价大概在87个 W 左右，而且现在买 GLE450是有优惠的，是有优惠的，而且我们不仅仅是有优惠，还会送你一整套的露营的装备，你知道吗？那套露营的装备，如果你自己去买，也要花好几千，我们全部送给你，好不好？而且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露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个周末可能也要跟朋友去露营。好久没有露营了，真好。下班的音乐放起来，对，下班的音乐已经放起来了。花
欢迎大家，我的皮肤还可以哦，嗯，我的皮肤还行，我头发真的该剪了，哎，嗯，去剪个头发。一般，世界第三。这么自恋啊！我的自信真的是全靠我这张胡说八道的嘴，现在给了我这个无限的自信。这个自信呢，就是说什么？自信这个东西呢，不属于90后，也不属于00后，它就属于脸皮厚啊，就小七这种脸皮厚的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啊，何小慧啊，这位小姐姐想要鞋子链接可以啊，私信小七，小七下播以后告诉你好不好？店在哪里啊？我们店呢是在安徽省合肥市的经济开发区繁华大道18号啊，繁华大道18号。说车好吗，宝贝？我们刚刚有一直有在说车，包括小七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展厅里有哪些车。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车型呢，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小七带你去看好不好？只要你想看的车，我们展厅里有现车都可以带你去看。嗯，天天看我直播，好喜欢我的风格呀，谢谢你的喜欢。嗯，纯如小白花的大叔不搭理我，拜拜。这么傲娇的吗？我没有看到你的评论哦，大叔，你在哪里呀？没有看到你的评论，所以一看你不了解啊，都没有关注我们，我们没有关注我们啊，宝贝。如果你想让小七就可以及时的回复到你呢，首先你要给我们点一个小关注，因为你点了小关注的话呢，我才知道你是我们家的粉丝。其次呢，你可以花这个1毛钱，也就是一个抖币，给小七亮下粉丝灯牌，因为你亮了粉丝灯牌，这就是什么？120L 没有现车，不好意思，爱华灯卡。谢谢 Q Mr 什么 Mr 丫丫送的这个心动娃娃机。感谢榜一送的娃娃机，大家可以榜一、榜二点点关注，榜三关注了也不回复，绝。宝贝，你是关注的小七的号我没有回你，还是说关注的什么号没有回你啊？1300也没有现车，不好意思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最近疫情呢，全国都比较缺这个车。是的，因为戴口罩的原因啊，这个芯片没有。没有这个足够的芯片，所以我目前这个现车不是很多，所以如果你想要预定的话呢，可以私信我们后台好不好？有人叫小七回家吃饭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听到我的手机响了吗？是我妈，我妈刚有给我打电话耶，我问一下她什么事情。我妈大家喜欢七七左上角点点关注啊。嗯，喜欢七七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嗯，我妈刚刚进我直播间了，小陈。我妈刚刚进我直播间，你知道我妈跟我说什么吗？嗯，不要把你的腿放好。好好好，听妈妈的话啊，晚点谈恋爱，把腿放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，妈妈？咱妈。妈怎么说？我妈说把腿放好。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我们这边是安徽合肥地区奔驰直播间，我是主播小新。小陈，能不能我们以后每天直播都这样子，就是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，我们就是这么和平友好的直播2个小时，行不行？就不要走来走去，不要站在那里了，行吗？大家同意吗？小新以后就这样给大家播了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吗？直接去上岳母大人了吗？咱妈说的对，你还要注意坐姿。我坐姿都很正常的，只不过刚刚为了凹一下造型嘛，腿这样子的，但是被我妈说了。我妈今天怎么这么有空，竟然进了我的直播间？平时真的从来不看我直播。你怎样我都喜欢。何小慧，你到底是小姐姐还是小男生？我怀疑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啊？你如果是小姐姐的话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哦。明仔，怎么回事？这好久不来我的直播间，一来我的直播间就说节奏带起来。明仔想带啥节奏？